恩人还记得我吗？嗯啊嗯啊哎，当时多亏了你，所以我这次是特地来报恩的。这熟悉的剧情，少年拯救百亿富豪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星星牛瘪，我妈亲手掏的。啊，帮我谢谢你妈。不用谢，帮我在城里找份工作就行。我凭什么帮你找工作？我妈说你是好人，肯定会帮忙。算了，帮人帮到底。你什么学历？幼儿园大班辍学。月薪800，明早上班，懂？是。嗯，干嘛还跟着我？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走丢了咋办？当然是住你家。住我家？不用你放心，我很好养活的，晚饭我亲自下厨。就当多了个保姆。晚上吃啥呀？牛鞭火锅呀。你俩对我的房子做了什么？我租了。哦，这下只能睡大街了。哎，给我10块钱，我要回家。赶紧拿去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你就算哪个都滚！你要记得想我啊！再见了，恩人。真是服了这个人。心跳恢复了。这是怎么？忘了，你上班路上犯了心脏病，多亏有位长得像野人的哥们儿打车送你过来。野人，可惜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他。还有机会，还我10块，要赶不上地铁了。